们两位议员，还有我们主席、副主席，还有我们所有的代表，还有我们坐在后面的村长，还有我们的记者朋友，大家好。好。刚刚乡长在讲今天向海致敬的案子啊，我心中非常感谢，因为我们壮围乡，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沙滩会越来越干净，因为有各位大家，让我东北角管理处从芙蓉延伸到壮围沙丘，因为有你们，让壮围沙丘我们一起做的，去年到现在在外面公平真的是第一，也因为有你们，我很感动，也不瞒各位讲，东北角管理处我们海岸102公里，从新北市瑞芳到我们南方澳，只有我们壮围乡乡长还有副主席、主席议员还有各位村长愿意互相评我们东北角管理处，我们海岸线102公里，我们真的需要各位村长代表议员乡长的帮忙，钱不多，但是那个心意啊让我很感动，尤其我跟乡长拜托，钱不多，但是可以创造我们地方就业，我真的跟后面十几个好朋友感恩，因为海浪沙滩的垃圾，我刚刚有跟那个陈村长聊天，就像我们回家客厅厨房每天我把一爱小瓜扫一下，每天去扫啊，但是每天扫大家知道记者要跟我们吐槽，你今天扫了明仔啊，怎乡长说的海来垃圾河流的垃圾明仔去看看咱家的灶脚同款，每天小瓜清挂清挂，人客也来，虽然小瓜有点么笨手，但是知道咱的努力，所以这观光就是大家爱做伙停相停，虽然咱壮围沙丘还有壮围整个永镇海岸线不是咱宜兰早期上明亮亮星的一个油气区，但是因为有各位让我有信心，从壮围沙丘的开展，因为乡长还有各位主席代表议员的乡亭，让我们壮围这个很小的地方，没有被人看见的地方，各位回去跟小孩看一下，用网络 Google 一下，我们已经让大家看见了，跟各位报告现在疫情，但是呢我们已经往前部署，从上个月开始，我们从防疫旅游，我带国际的英镑业者，带产业界来看我们壮围这个地方，我们是已经是国际级景点，各位不要再轻忽我们的壮围这个地方，其实越原始的地方是我们最做观光最棒的地方，因为有你们，我真的很感谢各位一起帮忙，谢谢。